假日要去哪里玩才能消暑呢？当然是玩水喽！本周综艺大集合要给你最爆笑的内容，最不一样的水上游戏。对对对，还有更不可思议的奇人异事哦！你有看过70岁的老阿伯竟能徒手爬5尺高的椰子树吗？你看看，这么精彩的内容都在明视本周日晚上8点的综艺大集合。